新加坡派春到河畔2021即将开锣，传统戏曲超剧已经是有500多年的历史了，学起来真的不简单。要一边唱一边舞动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。华族舞蹈，整个身形比较像鱼在水中跳舞的感觉，难。特别的广场舞，这一次的这个广场舞有很多脚步的这些动作，要很集中精神才可以把这支舞呈现出来。让你了解华族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，也可以欣赏精彩表演。2月26号晚上7:30，8频道。从2月26号起，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新加坡派春到河畔2021视频。